哎，这谁呀？这是？哎呦，李老师！哎呀，德高望重的人民艺术家，你凭什么来啊？你凭什么来啊？我什么呀？我凭什么来？你凭什么来呀？不是我受邀来的，你是硬要来的。我是听说你来，我来看看你。走吧，我来陪你呢。我陪您。 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坐坐坐坐坐，两位老师一到我就想就是投降。对对对，主要是检察长来了。对，检察长来了就莫名的害怕。你害怕什么？让海涛先过来见见我。海涛在哪儿呢？呀，检察长这么了解娱乐新闻啊？太了解他了。不是你们怎么把他请来了？我来是被选出来的。你配过音吗？不是，你老艺术家来参加这个，你演过太监吗？ 我比你年轻啊！你演过检察长吗？我比你年轻啊！你演过贪官？你演过贪官？我演过。我比你年轻啊！年轻就是本钱呢。臭不要脸的。